那时候，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相随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命的毒物也不会受害。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可使人痊愈。主耶稣给宗徒们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宗徒们出去，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所传的道理。